中国重汽秉承客户价值最大化的设计理念和国际重卡最新发展趋势，对渣土自卸车系列进行了优化和改善。三年磨一剑，重汽豪曼品牌汽车在2014年一经推出，以其先进的技术和高性价比获得市场青睐。新型智能型城市渣土车采用国四国五排放标准，其安装的智能管理和北斗全球定位系统，配备双模双标车辆监控系统，通过重汽智能通平台可实现对车辆的实时监控和管理，通过底盘主动被动安全性技术，使得车辆不能超载，不可超速，且只能在规定的区域内行驶。加装设备后，通过重汽智能通平台可以对车祸进行实时跟踪，对车辆的运行轨迹进行监控，对车辆的历史运行轨迹进行回放，同时可以设定车辆的运行区域和运行路线，实现对车辆或者车队的智能控制。这个智能通平台还可以自动统计里程及油耗情况，检测车辆的运行时间，统计单车运行数据，并可通过系统对比分析不同车辆的运行数据，也可以评价相关司机驾驶情况并给予评分，并且在满足报警条件下立即报警，在平台页面弹出报警窗口。不仅如此，此平台还能对车辆进行远程诊断，远程读取发动机、行车电脑等电控单位的故障代码。货箱采用整体式 U 型结构，承载可靠，便于清洗，有利于解决城市渣土运输移、洒、漏不安全、不环保的问题，是规范渣运市场的重要工具。根据用户的使用环境差异，可以选择轻载、重载两种不同的底盘配置，更好地满足用户需要。近几年来，中国重汽以节能可靠的产品来提升用户的经济效益，以智能环保的理念，从车身硬件设计到行车智能系统，使渣土车更加科学化，以绿色环保的理念来提振长远的社会效益，不仅获益了价值提升，更传承了博大精深的责任文化。历经三年研发，海西公司推出豪曼系列卡车产品，拥有轻型、中型、重型、专用车四大系列商用车产品，已发布产品车型公告500多个，包括 H5 平台车型200多个， H3 平台车型300多个，产品车型拥有4吨至31吨的公路、工程、专用车等系列，完全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H3 系列产品定位为中国轻型工程车中的高端产品，是海西公司通过缜密市场调研，导入集团先进的中重卡技术，推出了适应市场需求的豪曼系列轻卡工程车产品。该系列产品采用具有金属漆欧洲风格外观车身，大气威猛，豪迈奔放，驾驶舒适，感官效果好，视觉冲击力强。底盘采用重卡技术整体滚压一次成型车架，传动系统采用豪沃十档箱变速箱匹配斯泰尔后桥，车辆具有承载能力强、投荡速比大、爬坡能力强等优点，充分体现中国轻中型货车最新发展潮流与顶尖技术状态。H5 系列产品定位为市场差异化竞争优势产品，该类车型配备从德国曼公司引进的 L2000 型驾驶室和 MC05、MC07 系列发动机，功率覆盖范围为160至400马力，属于
中重卡高端品牌。该系列产品涵盖了公路运输车、牵引车、工程自卸车、专用车以及燃气新能源车等系列车型。随着汽车市场的细分，海西公司又推出专用车系列产品，主要包括随车吊、高压清洗车、扫路车、垃圾车、水泥搅拌车等系列产品。所有豪曼汽车产品均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底盘技术，适用于长途运输、工程建设、矿山生产等国民经济的各个生产领域，在国内外市场上极具竞争实力，拥有广阔的市场潜力和前景。为了更好服务广大用户，中国重汽开发了更加个性化、人性化的金融业务。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目前共有四种金融模式可供选择，这些服务的范围很广。中国重汽产品包括卡车、矿车、客车、工程机械设备等，均可办理重汽财务公司汽车金融业务，而且手续很简便，放款速度较快，还款方式方便灵活，体现个性化、人性化的金融服务，融资成本低。重汽财务公司汽车金融业务融资成本不高于同地区其他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为满足终端用户的融资需求，中国重汽财务公司为符合贷款条件的终端用户提供了综合授信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对于资质较好的牵引车用户、批量购车的用户，重汽财务公司还推出了融资租赁业务。快速响应，全力满足客户需求，是我们的服务目标。以提升服务能力建设为主线，创新服务网络管理，推进区域核心服务站建设及亲人服务工程，实施以核心站、重点站服务标准化网络为主、一般站为辅的网络组合模式。2015年，实现服务半径小于50公里的服务能力，力推保姆式一对一的服务，有能力做到一站式服务，建立底盘、发动机、变速箱和国四产品整车都有能力维修的服务站，每个销售区域范围内的地市级都能建设一个服务网点，能缩小服务半径，优先以地市级为核心辐射周边地区。既要推进城市建设，又要保护城市生态，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为宜居城市建设添砖加瓦，为海峡西岸经济做出新贡献，中国重汽海西公司将继往开来，再创辉煌。